参加讨论。
在你们那一组同学那一组你们场内的人。好。好，都写好了吗？还没写好。又有新的同学进来了，他们都没有参加讨论哦。以后早点来哈、哦，一开始上课前就有讨论了。啊，讨论完了就已经签名完，我们就收走了。但是第一张叫做课前的，啊，我们这叫前测。啊，如果前测你没有参加意见，到后来你的意见就不在里面。嗯。好，赶快写，赶快写，我们要收了。这个前测不要太多时间。我们的课后也是只有五分钟到十，现在已经用了六分钟了。你看，啊，课后的时候也是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写啊。好，差不多就好了。因为我们只要知道你对这些问题大概的意见啊。好，再给你们半分钟，刚刚已经又来了几个人，可能有加新的意见。好，完了以后就交给助教，然后助教就发给你们今天的讲义，哪一组好的就先发，好，写好的然后交给助教。请举手，哪组写好的？先好，这边好，先发给他们那个讲义哈。好，好，参加讨论的人也都签好名了哈。好，好好好，还有哪组？后面的，好了吧？好了，都大家都要收了哈。啊，每一个都发好了，然后把它收回来，那一张，嗯，来传一下，那个讲义传一下，啊，又有人来了，赶快收起来，不要给他签名，快点到你那组去，老师不是那么坏的，老师只是希望你知道的话，让你学习的，就是你。如果你没有那个上过课，你懂多少？你等到你上过课，你懂得更多哈。老师要知道一下你懂的。哇，还有人，快点让你那组去签个名。不是，以后要早点来，不然你们的签名就没有你们了。老师不是那么坏，但是你也要找自己要早点来。好了吗？我们来。好，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讲义，然后呢，就把那个讨论单收起来了，前册的全部收起来。哎，不要再写了，签过名就好了，啊，好不好？啊，像以后都知道了哈，我们有一个前册，一个后册，都是一样的题目，但是呢，你懂了多少？但写的时间也应该差不多才对，你们课前的就等得太久啊。课后的就以后早点来就开始讨论，好不好？好，好，好了吗？你的名字没有在上面哦，你是这一组的对不对？好像收走了，每一组都收起来了，啊，收起来，那个好，我要上课了哈。那个讲义都拿起来啊，都有没有？没有讲义的请举手。好，还有那个刚这位同学，这边，还有一位，讲义都有了哈。好，那我们上课，今天呢？我们的课是讲
课前刚刚有一些讨论题，对不对？你们那边讨论，我现在在问第二个讨论题，这个第四个了。你们刚刚讨论的善，必须要最主要成分是什么？赶快，谁会赶快举手？啊，好，这两个同学哈，等一下，只有这两个同学可以回答，这个男生后面那个女生，来来来。黄体素，好，后面那位同学，女生，啊，他讲过了，好，你们都很厉害哈、哦，这两位同学给他加分啊，但是呢，来签一下你，啊，等一，但是哈、哦，我今天哈、哦、是讲的哈、哦，是开玩笑的哈、哦，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真的哈、哦，黄体素，但是呢，我讲的是抗生素哈，避孕药就不让你不能生嘛，对不对哈？抗生，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抗生素，知道吗？啊，所以你们跟今天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生物科学与农业，对不对？后来生物科学与食品，生物科学第三个就是生物科学与医药，这个是最广泛的。生物科技进步以后，最快进步最多的，对人类贡献最大的都在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要看看我们现代社会怎么应用它，哈。其实呢，现在生物科技你可以看到，对我们很多很多的贡献。中间呢，啊，包括生殖医学代理孕母，这个什么抗生素，今天要讲的啊，这个疫苗哈、啊，下次要说的哈、啊，还有很多很多遗传方面的疾病啊，这些通通都在医药里面哈、啊。这我们进步就是让我们，以前我们寿命只有四十几岁，很再早以前的三十几岁就人的平均寿命了哈。那甚至古时候的人说你能够活到一甲子就是六十岁，那是非常不简单的哈。有经过一个天干地支的循环是非常不简单的。可是呢，现在活到六十，我已经超过六十了哈。活到六十岁是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对不对？啊，假如你没有什么车祸啊什么的，几乎大家碰到的那些以前的那些传染病啊什么都消灭，为什么？医药进步，对不对？啊，抗生素是很重要的一个药。没有抗生素之前，和有抗生素之后，那个人类的死亡啊，差异非常大，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抗生素那时候才诞生啊，哇，之后啊，人的寿命延长很多很多哈、啊。好了，我们人会碰到很多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呢，微生物啊，我们称病原微生物，其实细菌啊，或者说你想知道病毒啦、啊，讲很多对不对？啊，很多种类，那它们侵犯人。但是呢，有的会变成就是人传人，像现在讲 H7N9 有没有听过？听过哈、啊？会不会变种变成人传给人啊？尤其病原体以前也不会感染的，到了现在呢，会发现哎呦，怎么搞的？鸟类会传给啊，就禽流感对不对？会传给人啊？好了，其实呢，在19世纪末就有很多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很多种病啊是由这些病原体传染的。然后有一些当然是遗传的，对不对？有很多呢是借着这个微生物感染引起的。那对抗疾病通常有两条路，我们说预防重于治疗，已经提出这两个项目啊，一个是预防，一个是治疗。预防通常我们用疫苗就可以了，对不对？治疗呢通常用抗生素了，我们说最多的。但是当然防那个治疗方式很多，现在当然有开刀的啦，有要化学药，就化疗法。这个辐射线对不对疗法啊？很多种类啊，那当然还有食疗，有人讲我吃的好啊，食疗啊，这些都可以当做。但是抗生素是我们中间生物科技中间最大的一步啊，救了很多的人。好，我们来看什么是抗生素，抗生素怎么来的啊？在1928年呢，其实是弗莱明，大家都知道弗莱明哈、啊，其实他是非常偶然的状况之下发现了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其实原来也不叫抗生素啊，只是它可以杀死一些细菌，他觉得很特别，他想要把它拿出来，然后看看，你知道我们很多病是由细菌传染的，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抗生素，用这种物质？他那时候还不叫抗生素，用这种物质来抵抗这些疾病啊，那他发现的是叫做青霉素了，我们现在称它 penicillin， 是从它的音译出来的哈。他在他的培养基里面呢，就看到在这个整片都是细菌
声音还有量，音量降低就不会这样吵了哈。那个这个是抗生素，我们现在用的，用一些去贴，这个是滤纸哈，里面呢一个一个的，那个是一定的大小。然后我如果把培养皿上养上一层的细菌，我把这个滤纸贴在那个固定的地方，那个滤纸里面都浸过抗生素不同种类，把这个抗生素哈。也可以同种抗生素的不同浓度，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环，这个称作抑制环的大小，啊，就这旁边白白的细菌在生长，结果呢，这个有含有抗生素的滤纸就可以抑制这边它周围的抗生素，那个细菌的生长，像这个它就不能抑制，对，不能抑制，啊，可能还有一点点啊，那这些就可以抑制它那个细菌的生长。啊，这是在培养皿上称作体外实验，你可以测定哪些东西有用，哪些东西没有用啊。啊，比如说你从地图里面拿出某一种，或者是从菜，或者从海洋的一些生物、天然物那些物质里面拿出来一种萃取出的物质，你把这个滤纸泡过了以后，啊，说当然要可能很浓缩或什么的，海水太稀了，拿出来以后放在这个盘子上，哎，有的可以对这种细菌有用，有的对那种细菌有用。也，他那时候也不知道机制，也不知道这个浓度，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哎，这边有发生这样的作用，他想要，使用它，可是呢，后来他就放弃了，很可惜了哈。其实他是用的那个是葡萄球菌的培养，他在培养的时候呢，他用的是霉菌，他发现霉菌可以抑制这些周围的细菌没有办法生长，他就想霉菌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分泌出来的东西可以杀死这些细菌，哈，或者让它不长。好了，他发表了他这一个发现，啊，发表了以后呢，没有受到重视。那而且他自己做，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那其实呢是知道为什么了，哈，就是他没有继续做了，啊，明明里面有这样可以抑制细菌生长的。可是呢，他没有继续去做，继续纯化它，我们就问为什么？呵呵呵，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啊，很难猜，这个太难猜了，现在。如果他举手，我就让你啊，他拿出麦克风要看谁要。好，来，那我告诉你，其实他发现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因为呢，对医学上。最重大的贡献其实很多都在偶然间，啊，所以呢，他当你看到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时候，有的人能够突破，有的人继续追到底，弗莱明停下来，啊，是因为他没有追下去，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这个在体外有用，就是我们说在培养皿里面，在动物体里面没，他认为没有用，啊，好了，那个发表完了以后，这个几乎被放弃了，因为当时是没有办法做纯化，而且那个浓度不是很高啊，那个含量很少，这个培养液呢拿来做的时候呢，在细菌一个一个在那边你看得到它被抑制了，可是呢在身体里面呢，或者在人生病的时候，我们血液很大量，那个细菌在某一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抗生素带到那个地方把它杀死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当然要用小白鼠嘛，啊，他把这个假如葡萄球菌，他就打到小白鼠以后，跑到小白鼠会如果被他杀死，被这个细菌感染以后杀死，我如果打了抗生素，他就不死，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纯化，他就很难打，你不能把一大堆霉菌打到小白鼠。身体里面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认为啊，培养液呢可以杀死试管里面的细菌，可是如果喂给这个细菌感染的兔子或那个老鼠的时候，一点效果都没有。他就认为说，它只有在试管里面有用，所以试管意思就是体外做的，生物体内，包括动物啊，包括人体内啊，用的时候呢就没有用啊，对，就没有杀菌力啊，所以就停顿下来了，对不对？可是呢，通常需要才是进步的动力啊！啊，今天可能这里还有人不会骑机车，啊，假如你今天有一个公司，你去上班的时候说要求你一定要会骑机车，他才用你，你马上就去学，这个需要你就会，懂吗？就拿了什么驾照啊？这都是什么需要的时候并过出来？什么这个抗生素什么时候需要？哇，
很多人受伤的，你不觉得那个破口啦、啊？那时候有细菌感染，最需要啊，很多人是什么时候？就战争的时候，就刚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因为战争对医药的需求迫切，看是不是又开始有人要找出来。所以在1940年啊，这个英国哈、啊，就是同盟国啊，跟我们一样啊，这个是伯洛尼跟钱恩这两个人呢，他就开始去纯化这个青霉素啊。他就把这个，他就找啊，去找弗莱明，然后向他要他那个当初用的那一个霉菌的那个种类，然后呢去试试看，然后可不可以纯化，就是培大量培养以后，那看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物质可以找出来。后来呢，纯化，他试着纯化，再用小鼠进行保护实验。后来呢，致死剂量细菌打进小鼠，再追加抗生素，小鼠就活了啊。可是呢，如果那个是没有给他这个抗生素的这一些小鼠就死了，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是有用的，就继续做下去啊。在1941年他进行人体试验，那这个是战争的时候没有经过我们叫做 FDA 的那个正常 procedure， 现在所有新药发展都要有啊 new drug development 那种非常严格的控制，哈，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Phase 3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体外试验、这个动物实验、人体试验，然后志愿者，你懂吗？这个人的志愿者完了才可以拿出来啊，那个 FDA 才给你通过啊。那多少要那个百分比要 case 啊这些啊成功率啊有没有这个副作用啊，通通都要经过检查啊才能够给。可是那是战争嘛，战争的时候呢非常那个，那么多人就在战场上都受伤了，都是马上感染就会死了啊，怎么办？抗生素需要的非常需要的时候，他们就用很快，就在1941年就做了这个人体试验了啊，就证明了抗那个青霉素的确可以改善这些患者的症状啊啊，然后呢，他们就大量的用，然后呢，就那个生产线上就变成 upgrade 的，用那个化工的方法，因为在那当时啊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就纯化。所以那时候呢，受伤的士兵非常多是受细菌感染啊，因为在野外，对不对？那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医疗的照顾，那受感染的非常多啊，那受了伤还要在地上爬，要不然子弹就打到了等等，那地上就有，比如说破伤风杆菌啊什么一大堆，你洗个脸或者刮个胡子啊，在野外，如果又不是自来水，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在外面的细菌非常多，所以呢，就很多伤兵就死了啊啊！然后呢，伯洛尼继续大量生产这个青霉素，在1942年果然就开始送上战场就使用。到了1945年，盟军呢、啊，很多的士兵就获得了拯救，而这个轴心国的就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因为救的人非常的多，在战争的时候哈、啊，这个野战医院可以看到，你只要有抗生素，后来抗生素被当作什么特效药，以后他们就讲，在2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哈、啊，甚至到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小时候有没有特效药？医生有没有特效药？特效药就是讲抗生素啊。哎，甚至潘斯林就是万用的抗生素，为什么？有人梅毒，有人什么东西，通通都用这个，知道吗？好、哦，和各种的病都说，用潘斯林就好了啦，啊、哦，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有什么过敏啊，潘斯林过敏，潘斯林不过很多人啊，好，这三位呢，就在战争一晚就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救了非常多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从包括弗莱明啊。伯洛尼前面在1945年刚好打完仗啊，8月日本都投降了啊，哎，前那个春天的时候，那个德国投降啊，当然意大利早就投降。好，那个最后呢，到8月日本也投降了，12月颁奖，结果呢他们就获得当年的这个生理诺贝尔啊生理医学奖。后来就变成在我们人类历史上，从抗生素诞生以后。
改变我们对疾病，我们从前对那些病一点有效的治疗方法没有啊。现在呢，有了抗生素这个所谓的特效药，开始很多病都可以治了，所以细菌引起的病几乎就用抗生素去治吧，啊，就变成了转变人类历史上转这个转变点上，这个你写错了啊，的抗生素啊，在1941年开始转变啊。好，之后呢，大家认为抗生素那么有用啊，结果呢，这个华克斯曼他就开始了，他在1943年就在土壤里面，他是土壤学家，他在土壤找了很多年，费了很多的功夫，他找到一种可以分泌抗菌物质的放线菌。然后呢，他把这个物质哈，就叫做链霉素啊，链霉素，刚刚是青霉素，现在是链霉素。这个是我们人类哈，对抗肺结核，因为以前很多人哈，在台湾哈，刚光复之初，大概30%几的人都有肺结核哈，包括什么啊，汪洋中的一条船，什么那些作者，好多人呢，按照这个我们也还有这个肺痨病啊。这个疗养院，以前的疗养院呢，现在还有一个乐生啊，常常出新闻，对不对？那个以前就是北区啊的一个肺结核，那个南部呢就在这个高雄这边啊，那个就是高雄市的北部啊，也有一个疗养院啊，但后来有的就变麻风病院，有的变什么哈，就是不同种类的，有一些呢是把人家集中起来疗养，不让你出来的。那有一些呢，那些人就会跑到山上啊，然后找一个地方，然后休息，认为这个新鲜的空气可以让他的肺结核好起来，啊，很多啊，所以你看那个什么中里河是吧？啊，他如果你去美容的时候去注意一下啊，那个故事。好，瓦克斯曼呢，其实他找到这个链霉素，他而且他命名他叫做抗生素。他是第一个能够治疗这个肺结核的啊。好，瓦克斯曼呢，他很有意思，他也得了诺贝尔奖啊。他用了这个抗生素的这个名词啊，他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啊，其实啊，因为他年纪很大了，后来他一直做，他一直继续分泌啊抗生素，他做的其实非常有名啊。然后呢，到有一天他到医院去看牙齿。那个医院呢是一个教学医院，就他儿子正好在那个医院里面，然后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牙医哈、啊，结果那个他们的底下就牙医啊，那个大大小小那个小牙医就告诉这个，你看瓦斯曼这边等哈、啊、排队，也没有那么大排哈、啊，就在跟着那病人一起，哇，美国看牙齿是要预约的，知道吗？啊。我们这边也开始也是要预约啦，他都告诉你不要下次再来，然后看一看他的啊，瓦克斯曼就在那边等啊，然后来了，然后那个小医生就说，嘿，我们那个医生多棒，那个大牌啊，都这样啊什么的，我们这个医院就跟他开的啊什么一大堆讲一大堆，他坐在那边一直听，然后一被拔牙齿也不能讲话，对不对？他问你什么你也不能懂，啊，哈，你知道这个是谁吗？啊，他讲我当然知道，啊，我也认识另外一个人啊，那个是他爸爸，后来讲他就说后来他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哇，那个小牙医就吓了一跳，原来那个人就是他爸爸，呵呵，瓦克斯曼、啊、好，他创用了抗生素这个名词，从此以后呢，这些可以互相去抗来抗去的东西就被叫做抗生素了、啊、用来治疗这个细菌的病。那这个可是我们要晓得，等一下我们会讲抗药性啊。啊，瓦克斯曼呢，他发现了这个链霉素啊，之后啊，就引起了一个热潮，好多人开始去找，因为他也得诺贝尔奖，而且很近，对不对？哦，发现抗生素可以治疗那个很多病，然后呢，可以很多人病好啊，青霉素不能治疗肺结核啊，但是呢。他现在找到一个可以治疗肺结核的，就可以得诺贝尔奖。我现在火人的病那么多种啊，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个抗生素？所以很多人就在，包括我们现在海科院很多的教授啊，在说海洋资源，这边有海之系的吗？举手。啊，有啊，你们心里面就有很多老师说海洋天然物，知道吗？嗯，不要这样子嘛。其实那个老师是很好的。然后老师中间好多位就在里面去找哈、啊、它的化学物质成分是什么，是
东西啊？然后呢，这个它是从这个有哪些可以做医药用的啊？就像他们当初从土壤里面、从植物里面、从不同的霉菌里面去找，对不对？这个抗生素研究的热潮开始了，就好多种抗生素都出来了，对不对？相继被发现啊，这个瓦克斯曼引起的啊，结果到了现在有几千种抗生素，中间呢被我们承认有医药用途，有一些是互相抗来抗去啊，这种抑制那个菌的生长，那个抑制什么？可是不能拿来当医药用，因为那个菌呢可能是长在植物身上的，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在自然界抗来抗去的这些东西，医药用的可以有150多种。这个瓦克斯曼啊，后来被称为抗生素之父啊，这个瓦克斯曼。好了，霉菌刚说了，你可不可以现在讨论一下？你对霉菌有什么印象？霉菌，尽可能的说出来，霉菌。好了，你们不。没有，好像不在那里面，不在题目里面。题目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哈。好了，我们可以这样子哈，用举手的，我们取五个好了，四个同学，那个四组，来，先举手，霉菌，你对霉菌什么印象？第一个，面包上面啊，然后发霉了，面包发霉了，就是。火腿上面也会长。好，再来，有没有其他后面一位？那个对对，就在后面。等一下啊。香菇太潮湿的话。香菇太潮湿的话会长霉。好。香菇通常是干燥的，你们有用的那个先啊。然后你啊，四个人。哎，没有举手啊，那就先给他了，他一个，他先来。第四个两秒啊，没怎样，霉菌讲房子啊，是不是墙壁？你知道什么墙壁对不对？还长霉。 OK 好，哪一位？对，你自己举手了，忘记了。就是底部过敏啊，皮肤过敏、啊，他讲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过敏，像香港脚了那些，对不对？是不是那个意思？ OK 啊，那个是霉菌引起的疾病。霉菌呢跟皮带啦、皮鞋啦，好多东西都会啊，长好厉害，知道吗？所以啊，但是呢很多东西啊，为什么是霉素啊，对不对？青霉素、红霉素还有好多哈，这边我写的哈，土霉素、金霉素、红霉素、绿霉素、新霉素啊 ，neuromycin 什么 mycin 都是霉素，是不是都从霉菌？是不是抗生素都是叫霉素啊？啊，有没有人说举一个例子，抗生素不是霉素的？他那些你不算啊，它是叫青霉素，有没有 ？vancomycin 也是 mycin 也是霉素，有没有？什么是不是霉素的？大声一点，谁啊？请举手，我不知道谁讲的，不讲啦。刚刚有人讲，好，不讲就不给你哦。抗生素都取名霉素吗？不一定，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啊。抗生素都来自霉菌吗？刚刚有一个暗示啊，好，不是，那是什么？道路是来自天然，但是不一样。那对，刚刚我们也提过有一个瓦克斯曼，他从哪里找到？土壤啊，土壤是什么东西？里面的。放线菌啊，放线菌不是霉菌啊，放线菌是细菌的一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不是什么霉素啊，这个都是什么？像头孢菌素是细菌，所以某一些细菌也可以分泌一些东西
可以抑制其他细菌的生长。呵，原来这个是生物的相生相克的一部分呐、啊！我们一直有讲过，比那个原来好早以前就讲过，生物中间呢、啊、会相生相克，辅助人家生长或帮助或者抑制啊，抑制别人，然后让自己可以扩大地盘啊，这些呢都叫抗生素啊。所以有的来自细菌，对不对？什么菌素不一定是霉菌，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很多都叫霉啊？什么什么霉素，什么霉素，这个就误导了很多人啦、啊。因为这些名称里面出来一个字，造成错觉联想，这个霉素是霉菌产生的化学物质，叫霉素啊。什么霉素，什么霉素，所以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来自霉菌的，不是，很多都是从放线菌，啊、放线菌从。放线菌出来的更多，放线菌种类也很多，霉菌的种类当然也很多，哈，好啦，哎，这个通常我们说的一些包括霉素的，包括那个瓦克斯曼他的链霉素，也都是从放线菌来的，他从土壤抓出来这么多种东西，这么多都是从土壤里面的放线菌，哈，放线菌呢是一种细菌，它没有核膜，它是那个不叫不是真核，霉菌是真核，知道吗？啊，真核细胞，那它没有这个放线菌是细菌的一种啊，是感染是阳性的细菌。好了，抗生素都拿来杀菌吗？有没有人要回答？例外的要讲出名字。好、啊，没有，我们继续看，把握时间、嗯、好，抗生素这两个字哈、啊，抗就是 anti 啊 ，anti 什么抗体 antibody。抗原 antigen 哈，这些都是由 anti 开头的，对不对？ biotic antibiotic 嘛，抗生素 ，biotic 是生命的意思啊，所以这两个字头字尾组成的，抵抗生命，所以人家以为哈、啊、是含有避孕的成分的、啊。可瓦克斯曼发现链霉素以后，就用了这个名字抗生素 antibiotic， 指的是什么？所有生就是指的一些其他的生物，而由细菌或霉菌或一些生物所产生的抗菌物质，可以抑制其他细菌生长，后来被用来泛指不只是细菌，所有那些生物产生的东西能够抑制其他生物生长的呢，通通啊叫把它叫抗生素啊，都广泛的那个定义的时候啊，原来这个相生相克那些克制别人的，我们其实啊，我们如果严格一点。讲、哎、有很多、啊、我抑制其他的植物长生长，然后让我植物可以长，小草在大树底下哪一块不能长啊？那类似这样，他说他有抗生物质、啊，抗生素。好，抗生素原来是自然界生物相生相克的一环，可是有些可以抑制细菌生长，而对人体无害，你就把它抓来拿来用来。那个在我们治疗我们的疾病的时候用的，好了，在医药上的用途啊，是什么？现在今那个最大的新闻，对不对？啊，来了啊，好，被我们的卫生署列入第五类的法定传染病。什么叫法定传染病？嗯，啊，不晓得。好了，这个是一些定义了啊，这个在那个。防疫等级上有分类啊，分几级，算把它分在第三级，然后公告它是第五类法定传染病，也公布了很多大陆发生这个流感的啊，这一株的这个禽流感的地方称作疫区，有没有人知道哪几个地方？有人看新闻啊？没有人讲啊？好了，江苏啦、浙江啦，现在北京也落沦陷了，北京也开始有一个 case 啊，哎，好，那个上海啊，什么很多哈、啊，荷兰啊，那个叫省的话啊，还有这个安徽啊，都是疫区啊。好，是不是叫法定传染病？啊，没有人要回答，我们就继续啦。好，现在我们知道很多传染病。有些可以造成我们重度伤害或者引起大流行，所以很多国家就用了公权力来制定，说你假如发生这个你一定要报，而且不管你是哪一个医生啊或什么境外流那个流进来的、啊、等等，来用这个公权力协助我们医疗体系严密监控它，监控它，这些
让这个疾病呢不会再继续发展啊，啊，这个疫情不会扩大，这些疾病我们称作法定传染病。那在相关法律底下，通常所有你都有通报的责任啊。你知道有人感染了这个法定传染病，你就要在指定时间或者用规定的流程来通报啊，告诉他这边有一个人得了是这个病啊。通常是医生才能判断是不是这个 HCN9， 对不对？啊，你看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被列入，那这个法定传染病里面就五大类，对不对？啊，H7N9 最新啊被列进去的，它还没包括了黄热病呢，这些也在第五类里面啊。等我们看看第五类里面这些病啊，所以这个刚刚最新的被，包括那个我们的 SARS 啊，也在第五类这里面啊。啊，这是不同的级啊。第三级是什么？第三级是，哎，这个，这个，在这里动物或者人还没有人啊，这里有造成这个，你看，比如第一级，还没有传到人，第二级动物中间已经有了，有人开始有了，对不对？而且有潜在流行的这个威胁，潜在威胁。第三个呢，有人动物的流感重组病毒了啊。第四个呢，这个重组病毒已经能够人传人了。第四级、第五级的时候，在这个社区里面一下出现两个，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一周里面发生两个人，或者我们的班上有两个人，这就表示什么？第五级啊，哎，知道哈、啊？好，有持续感染啊，这按 WHO 的那个等级啊，这样啊。第三级就是在我们台湾现在还没有人传人，也没有持续性的流行，所以我把它放在列在这里，等着它。好，医药抗生素的种类类别啊，还有作用。我们所有抗生素呢，其实它可以，比如说杀死细菌，对不对？我们在医药上都是杀细菌的啊，它可以杀死细菌，通常呢可以抑制在细菌不同的作用，让它不会继续繁殖，破坏它的在 DNA 的阶段，在它的蛋白质的阶段是有不同的。让细菌有细胞壁，好吧，我们没有细胞壁啊，像潘尼西林就让你的细胞壁做不成，那对我们就没事，可是对细菌就有事，因为它不会做细胞壁，细菌就不会分裂变成繁殖啊，所以不同的啊，这些四种作用啊，四种，一个是核苷酸，就是它的 DNA 啦或什么不能形成。蛋白质它不能形成，或者细胞膜的功能受到抑制啊，它通透性受抑制，什么时候抑制，细菌就破掉了啊，或者细胞壁合成受抑制，它不会组合细胞膜啊，它就不能够繁殖下去啊，这是这四大类，这四大类呢里面的种那个细菌性的代表的，比如说细胞壁的合成剂的抑制，像那个 penicillin 就是这一类的。好，那这个不同种类哈、啊，就是。抑制在不同的这个 level， 有的抑制它的 DNA 核苷酸，它所以它的 DNA 不能够延伸，或者它的蛋白质啊，这个不能够继续造，或者细胞膜的功能哈、啊，通透性受到阻碍，或者是细胞壁不会合成啊，这是。那我们的青霉素呢，就是细胞壁，通常细胞壁有两类，哈，一个是 NA， 一个 MAG， 啊，这两类组合成细菌的细胞壁跟植物的不太一样。植物都是什么纤维素，细菌呢都是肽聚糖啊，叫 poly 这个 peptidoglycan 这个东西啊，就是 peptidoglycan 就是肽聚糖啊，很厚，在细菌的细胞膜外面啊，肽聚糖通常两类啊，一个是 NAM， 一个 MAG 是肽聚糖 ，N-acetylglucosamine 或者是 N-acetyl 的那 uramic acid 啊，这两类啊。啊，组合成细胞壁。那细这个 penicillin 呢，就是因为它的结构跟肽聚糖那个结构啊很相类似啊，所以呢，就它用了这一个 penicillin 呢，它就不能组合细菌自己的这个肽，把它聚合这个肽聚糖聚合起来啊，所以呢，它就细胞壁就不能合成。所以这四种啊，啊，核苷酸的抑制剂就是抗生素可以。磺胺类的这一类抗生素抑制它核酸的代谢啊啊，我们呢细胞，我们如果吃了这一个东西，我们的 DNA 不会受影响，
啊，因为我们从食物里面得到叶酸，细菌没有叶酸，它没有办法，它自己制造，抑制它叶酸的合成，它就它不能生成，我们的细胞却不受损，啊，所以我们找到这个称作 differential target， 意思是说我和它不一样的地方，我用这个我可以继续做，我用了这个药就让它用不一样的，它不用我这一条路，它走它的这条路就被我的药给断掉了，哈。differential， 它和我有区别。它蛋白质合成也是，就像tetracycline 啊，所谓的色蓝霉素啊，它可以利用的核糖体是造我们蛋白质的。细菌的核糖体比较小，我们的核糖体比较大啊，我们的是应该说40×60S 啊，那它的是就它那个沉降系数不一样啊，那它用的不一样的核糖体。结果呢，它不能做蛋白质，核糖体是造蛋白质的，不是造糖的，造蛋白质，所以呢，能够杀死细菌，细菌不能造蛋白质的，我们可以啊。好，另外细胞膜啊，比如说大肠菌素啊，它就有细是那个界面活性，跟细菌细胞膜的磷脂类结合，结果让它的细胞膜通透，增加细菌里面的分子和外面的分子，那就互相通透。那意思就是，他讲那个膜没有功能的膜，通常呢，那个细胞膜是控管物质进出细胞的。结果呢，通透性增加，结果进出细胞一样的时候，这个细胞就死亡啊。它细胞壁就刚才说的啊，抑制它细胞壁合成，结果细胞只做外漏。杀死细菌，好，我们没有细胞壁不受影响。好了，底下就问，肺结核啊，你知道多少啊？有没有要回答？有，来，请一问就好，呵呵，我们就知道了。肺结核，传染性高，啊，传染性高，你讲的是开放性肺结核，所以好，可以，啊，给大家。其实他讲的是开放性的肺结核传染性高啊，所以开那个肺结核有非开放的啊，开放啊。好，我来看肺结核哈，它是一种法定传染病。刚刚已经介绍什么叫法定传染病哦，一定要通报的哦。你知道这一个人他有开放性肺结核，你就一定要通报啊。哎，他如果失吐，他怕走就糟糕了。好，这个是一种慢性传染病，哎，就是表示他进程。要可以慢性的，不是马上就可以杀死你的哈，像破伤风的人啊，反应可以哈。好，第三个它是不会遗传的。好，肺结核其实呢，它是有一种叫做 microbacteria， 我们叫 microbacteria， 就是那个分子杆菌啊引起的，它是结合的分子杆菌 ，tuberculosis 啊 ，microbacteria，tuberculosis。microbacteria 有两大类啊，另外一类叫做 leprosy。Microbacterium leprosy 是引起麻风的分子杆菌，这个肺结核是引起结核的分子杆菌，所以这两类都很麻烦呐、啊。好，这些分子杆菌呢，过去一直都无药可医哈、啊，是绝症啊，因为它患者都是脸色苍白，你不要看他躺在这里，其实他脸是白的啊，看起来好像黑着，跟以前的黑白照片。哎，称作白死病，你听过黑死病？那是鼠疫杆菌引起的，白死病就是结核杆菌引起的啊，是结核分子杆菌，曾经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啊。每年呢，到现在哦，已经有了瓦克斯曼的这个抗生素了，结果呢，还是有人得过，很多人得到啊，那个表示一定有问题啊，为什么？等一下我就告诉你，好，每年大概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那你看看300万人死于艾滋病，现在艾滋病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大的、很可怕的啊。那其实你要晓得，哎，这个大概是这个艾滋病呢死又死于结核病，表示说艾滋病它的抵抗力降低、免疫力降低了，它又死于结核病的中间有三分之一啊。那当然也有很多是肺炎的。啊，那个称作pneumocystis 卡那个卡利卡氏非孢子虫的肺炎，啊，死于那个的，跟这个肺结核的肺炎，肺病不是，它这个不叫肺炎，啊，肺结核，啊的那个病例差不多，啊，那
全球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受结核菌感染，每年大概有800万新生的结核病，台湾大概15000人每年哦，新 case 新病例，是三分之一我们搬上去，可能有接触过哦，因为开放性的人曾经放出来过，你接触过，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很多人不会发病啊。好啦，为什么？因为哈、细菌侵入人体，其实呢，如果是坏死性的，任何部位都可以发生，肺最容易感染，肺大概占90%。那因为它有开放性和非开放性，开放性的呢，它会在痰里面就有细菌，那个细菌是活的，哈。在飞沫传染，意思说我在这里讲话，我会有一些小分子飞出来，懂吗？我在这边唱歌，我唱啊卡拉 OK 或什么哈，我打个喷嚏，啊，会有很多的小的飞沫飞出来。那你在里面呼吸这个空气，这飞沫里面细菌呢，只要在有液体的成分，就是水的飞沫里面，啊，它还是活的，在活它活的时候，你把它吸进去了。那你就会被感染，可是那不一定生病哦。好，你免疫力好啦、什么的时候不生病的啊。好，开放性肺结核的呢，就有这些会传染给别人；非开放的痰中里面，痰里面啊是找不到结核，所以不会传染给人。所以你说传染一个不包括这个非开放性。好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不是那病人啊，很多人不是啊，这是结核杆菌。这个是 acid fast stain， 这个是 fluorescent stain， 看那个细菌啊，这个细菌就是杆菌，就是杆状，那是 microbacteria， 就 tuberculosis 啊。好，病人呢会不会都把肺结核传给别人？现在这个问题很简单了，对不对？好，你要回答来，你说一下为什么啊？这就是讲之前和讲之后的不同，来。开放性的会，然后非开放。对对对对对，非开放性的肺结核病人也不会传染，懂吗？懂了哈。好，那个少这个开放性的有传染性，这种病人是比较少的啊，比较少的，大概是所有结核病人他只占了1/10。好了，那个飞沫传染的时候呢，包括咳嗽啦、讲话啦哈。这些飞沫在尘埃里面，然后掉到这个泥土或什么，然后空气中飞扬的时候，它干燥了就不会传染了。可是呢，还是里面有水分的时候，那个细菌还在这个飞沫中间的时候，都是会传染的啊。好，肺结核也不会经过无生物的物体，没有生命的物体直接或间接被吸啊。它就是比如说一些它摸过的东西。啊，干燥，那个结核杆菌死掉是不会传染的，啊，那个病人摸过的东西不要怕，这个通风呢，有阳光的环境它就会死亡，太阳一晒就死掉了，啊，这个所以在阴暗潮湿的话就可以，因为它湿只要有液体，对不对？它还活的。可以活到6个月，所以学校里面通常，可是学校通常要注意通报啊，只要有一个同学感染，很可能宿舍里面他讲话他什么都一天到晚长期接触就会感染啊。好，活的传染菌必须包在飞沫的这个水分里面，而且呢是漂浮在空中，能悬浮哈，有一个是1到5个 micron 大小啊，这个才有传染性啊。所以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持续很久，这个他又在那边咳来咳去，因为肺结核的病人都是在咳，啊，我们叫肺痨病，啊，常常在咳，咳的时候那些出来，你长期在那就会感染到了啊。好，最后那个症状有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有超过3个礼拜的咳嗽，一直咳3周啊，快一个月了，你看看。长期的，只要是你感冒的话，不会那么久，对不对？啊，吐痰啊，以前呢，我们看那个中国人好厉害啊，这个一吐啊，像李鸿章那边一个痰盂，他可以投篮，就像那个哇，3分线外就投进了，啊，哇，太厉害了啊！痰盂知道吗？专门吐痰用的嘞，啊，哇 ，NBA 的选手都输他啊。好，咳血、胸痛。
好了，早期肺结核是没有症状的，所以包括一些没症状的啊，没也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很容易忽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传染，因为呢，他到处走，他还不知道的啊，延误就医，对他来说是严重，对其他的人说是威胁啊。好，每个人都有机会被感染，可是呢，不一定发生结核病。那中期医生大概有10%人会有发病的机会，所以你可能已经有结核杆菌有接触过啊，说不定你还得产生免疫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接触不一定你会发病啊。在你如果免疫力低的时候，比如说你得了艾滋病啊，那这个肺结核就会变成致命的威胁。好，这个有的会好，对不对？那也为什么要照 X 光？是看它那个细菌的周围，我们的身体没有免疫细胞。白血球啊，后来跑到肺部呢，攻击这个结核杆菌，然后包住它，包住它的时候，结核杆菌在里面繁殖，外面我们的细菌、我们的细胞杀不死它，可是呢，一层一层把它包住，这一层一层的这个细胞呢，我们的免疫细胞呢，跟细菌去打仗，然后呢，有的也死了，可是呢，都包在这里，从外面用 X 光照这一块呢，钙化了，我们就超看出来。这边有一个，这一节 一个结合，这个叫做 tuberculosis 这个意思啊 ，tubercle 很多个 tubercle 就是结合的意思啊，抑郁。那甚至好了啊，然后变成空洞啊，这个病灶哈、啊，痊愈的时候留下来，可能那个细菌还没死哎，也有的是包在那个中间啊，也没死啊。只是它不能再繁殖，只停在那个阶段，被包在里面。哎，当你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又开始了。啊，这里也会产生病灶啊。好，所以最快的方法就是照 X 光。这是为什么你进一个学校或你去申请这个驾照或一个什么，他就叫你去照 X 光啊，然后要看啊，要 X 光，大部分呢都是看肺结核。怎么样？这个结核病，当然也有人看到什么，比如说我去体检的时候照 X 光，他看到了医生说：“哎，你的肋骨断掉了，现在已经愈合。”哇，我听得气死了！那次啊，我被撞到，非常的痛啊！我跑到五福路哈、啊，上面有一个叫做王骨科啊，我都把名字讲出来，你就知道啊。哎，那个骨科的医生呢，也帮我照了 X 光，那他给了我一些止痛药，啊、他连我。肋骨断了都不知道啊！后来我去跟其他医生去讲的时候，说啊，那个你不要去看那个医生，已经很老了，你看很有意思。所以啊，你们万一啊出车祸啊什么好的，骑车的时候，在五湖路上，你可以立刻到什么那个中华路上哈、啊、有一个从什么骨科哈、啊，远远超过这个王骨科，所以你看呢、啊，我第二年去照去高一照的时候，那个医生一看就可以判断出来，你的这个断的已经愈合了。我那个时候痛了一个月哈、哦，哇，啊这个好、哦、都已经好了啊，被第二年的指导哈，那个照 X 光除了看。这个肺结核之外，还可以看好多东西啊。好了，便痰也是一个找出有没有传染性啊的方式啊。这个是看你有没有感染到啊，然后呢有没有结核结起来啊。好，结核病处理方法当然有很多种。你如果常常接触这个有病的病人，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个人，你常常接触他，对不对啊？那你就应该去。假如你的办公室或者寝室有一个同学或什么啊，你就应该去检查。假如你有新的确诊病例，你就在确诊病例周围常接触的人开始扩大啊，到同楼层、同栋建筑物慢慢扩大啊。电梯里面嘛是一个封闭的，对不对？他在那边咳来咳去，那你不知道里面的人都空的，你跑进去一呼吸嘛，这里面好像刚刚有人来过哦，闻到一个很香的味道，对不对？啊，说不定是结核，不然说不定前面一个人上一层楼住别的邻居，他擦了香水。好，结核的发作啊，大部分是有事，比你以前曾经吸到，对不对？嗯，那。
你的免疫力很好，没事。但是呢，等到你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这些细菌呢，本来被你赶走了，对不对？啊，现在来找你，对不对？啊，好了，台湾大概每年我刚说了，新的 case 15000，其中呢大概5000人是有传染性的哦。那病人如果不规则哈、啊、接受治疗的话，那就是你啊，他是病人，抓过去治疗，啊，要治疗6到9个月太长了。啊，常常他就停药，自己停药，我好了，跑出来到处走啊，很可能呢，那个细菌产生了抗药性，那就非常麻烦。这时候呢，有效的药物就越来越少了啊，然后呢，治疗就越来越困难了。那所以很重要的是，马上治好，切断感染源，那就可以改善，可以解。所以怎么检查啊？发现它。当然，胸部 X 光是最快的，所以一下可以照好多人，对不对？你只要号码不要搞错，不要找错人啊。好，然后呢，痰的检查啊，有是不是开放性的可以发现啊。再来呢，选择我们叫 tumor cooling test 啊，就是结核菌素啊，打到皮肤上啊，阳性啊，看到这边出来了啊，来过去啊 ，tumor cooling test 就等于把它那个结核杆菌的那个抗原吃在皮肤上，你有。就抗体，对不对？那个 skin test 啊，好，肺结核啊，所以如果你咳3周，对不对？我刚刚说了，症状是咳了3周还不好，赶快去医院啊。好，如果是这个吃药的话，一定要完全的治好，不然的话很麻烦啊，不要中断啊，那个避免产生抗药性。为了确保健康，定期检查也很重要啊。就是在你还没有症状之前啊，就可以发现然后治疗，早期检查、早期治疗是最好的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当守门员啊，让肺结核不会。所以沃克斯曼发现他是治疗第一个就用的是链霉素啊，是第一种能够治疗、第一种有效治疗肺结核的药。好，后来1948年，大家就组织这个 WHO 啦，那组织成立一个结核病的防治啊，成为他的工作重点。在1950，我们变成防老委员会啊，然后呢，这个再来呢，就有1985年啊，1985年我们10大这个 top ten， 我们有那个排行榜啊，我们现在还有死亡原因，对不对？啊，第一名是谁知道吗？大家都说癌症，对不对？啊，嗨，那个我们的癌症里面也有10大排行榜，什么癌什么癌不同种类，知道吗？啊，我们肺结核已经被踢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有这些抗生素，知道吗？好，假如你有肺结核，要赶快治疗啊，一定要遵照医师指示，完全治好才行啊。好了，怎么办啊？这个当然要验啦、检查啦、抽血啦啊，然后这些要好好的处理你的咳嗽啊、喷嚏、痰，一次又一次一定要盖着啊，等等啊，免得传给别人啊。好，怎么治疗？治疗多久？能不能完全治好？你不要回答啊，我告诉你，这3个问题刚好就对。第一个，怎么治？主要是化疗。那治疗要多久？最少6个月。另外一个 program 是9个月啊，啊，能不能完全上？可以的，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因为得了病的人通常就跑出来就不坚持，而有2种流程啊，简易的流程。第一个是6个月的标准治疗方式，这个药物比较多了啊，当然也不好吃啊，哈、啊，很痛苦啊，被关啊，就是这个要隔离哈、啊，这个呢，你治了前面几个礼拜好了以后，你可以出来的。这个比较长，这个要9个月啊，啊，通常都是这样，确定病例一定是要告诉卫生机关的啊，那最终都是一定要到是完全治好的啊，知道吗？啊、用的这个药物有不同，比如说这个是2个月用这个强的，然后呢，必要呢4个月用这个啊，好，那通常我们用的治疗的时候，我们叫 DOT 啊 ，DOT 啊，叫做。直接送到药到那个病人手上，看着他吞下去才能离开啊、嗯！而且
有的人是把密药藏在那个舌头下面的，人走了还吐出来呀、啊，这个麻烦的、啊。所以一直要九个月就这样子啊，所以很麻烦啊，这个称作断层，其实要好长啊，嗯，九个月是蛮长的，快一年啊，最少半年。好，当然还要家人光顾啊，所以要在这个志工啊或者医护人员亲自督促下看他吃下哪一颗。好了，为什么这些得肺结核的人会怕？你知道？你晓得吗？好，大家会躲他是很重要的因素，心理上，知道吗？家人啊，心理上这个因素蛮重要的。好了，人会嫌弃他，对不对？啊，疏远，躲开他。啊，我得肺结核了，我得肺结核了，很高兴的喊着要。以前是麻风病人，麻风病人啊，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喊，让别人离开他。啊，他喊什么你知道吗？不洁净啊，不洁净啊！他说他不干净啊，大家要赶快离开一点，不要给他传染到，知道吗？麻风也是跟肺结核一样，是什么？是 microbacteria 感染。啊，好了，有的人对肺结核的认识还太早啊，认为这是不会好的病，哎，所以得了他就不敢告诉你。还有呢，有的人呢排那个不敢就医，你假如一直说这个病是怎样是不会好的，是会传染人的，那这个人就更怕啊，就躲起来躲开远去啊，所以应该鼓励他啊。好，他可以正常的生活或工作吗？要回答下去了啊，可以啦。按照医师所说的服药，服药了以后几个礼拜他没有传染性了，他就可以出来正常工作。好，再来，怎样才不会传染给家人？有没有要回答？有，这边来，好好隔离八天。哎，这个不好。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他的家人呢、欸，怎么可以隔离呢？你应该爱他哎、欸。好啦，别给他加，但是我告诉你那个答案。好，你说。啊？叫他戴口罩，很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给他那个啊。好啦，你看，他住院的话，当然传染机会就少。病那个医院有专业的人员看他，或者疗养院嘛，好专业的。那另外呢，你如果是在家里就居家隔离那种的哈，居家的治疗啊，是注意卫生习惯，两周以后就不会有感染传染性，给他吃药两周，按着这个，他的就不是开放性的，对不对？传染家人的危险性就少了。啊，所以在家里面呢要注意哦，我后面会有哈、啊，注意什么、啊、知道吗？居家治疗的，在家里要注意什么？他刚刚说戴口罩，还有没有要注意的东西？没有啊？啊，有，这边，对，你举手啊，大声讲好，要传话麻烦点，好，传给他，让大家都听得到。还要把它处理吗？痰要处理吗？对，处理好，没错、哦、啊，要处理的。当然，刚刚说遮盖口鼻很重要，对那个同学讲的哈。那痰呢，涂在卫生纸要怎么样处理？看好、哦，集中烧毁或者抽血毛孔把它冲掉啊，不可以传染给家人啊。好了，家里面要维持空气的流通，干燥，阳光充足，它那个细菌就会死掉啊。好，他晚上也会咳嘛。所以他躺在被子上，你当然不能跟他盖同一个被子，懂吗？然后那个被子啊，要常常拿去什么晒啊、洗啊、晒啊，对不对？啊，晒它，一晒这个就死，晒了四个小时是绝对会死的。还有戒流汗水服药啊，等等啊，没有必要这里写，没有必要分食或者隔离啊，刚刚就是。知道吗？你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支持者，知道吗？不要把他隔离掉，自己的家人没有力啊，不然的话他就很惨。好，你是支持他的。好了，家人如果得到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要回答？
没有啊，我们来看哈、啊，如果得的话，应该用平常心看待哈、啊，也要劝他，要不然的话，他就怎么样，心理差，然后得的病更严重了，知道啊？哎呀，我们很多人跑到深山去了哈、啊。好了，得了肺结核，不是可耻，不是见不得，只要好好治疗，一定会好啊，给他信心。然后呢，亲密接触的话，应该要检查。那你一直照顾他，你应该自己也要常常检查啊。哎，如果万一被得病，你就可以早期治疗啊，一样啊。好，有没有集体感染的可能？住在哪里？有没有人要回答？为什么？他先了，一个讲吧。来。这个就是哈，上一次我们发生的哈，有两个夫妇啊，他们有开放性的肺结核，他们搭飞机，飞机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要几个小时坐在里面，他的前后排通通很危险，知道吗？座位坐在他隔壁的、前面的、后面的，通通很危险，那是密闭的空间啊，所以也可能要小心。公共场合的时候啊。他常常咳嗽啊、打喷嚏啊，都会有啊，就飞沫，所以要发现他啊，把他治疗好。好了，我们其实对抗肺结核，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抗药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对抗药性产生的最好的例子。我们现在全球大概有2000多万是开放性的肺结核，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死啊，200多万，主要是因为没有治好。没有治好，他又到处跑，这个就很讨厌了哈，四处游走，叫趴趴走，对不对啊？那这些跑，哎，趴趴走的人会怎样？不但没有根绝细菌的繁殖，在他身体里面啊、哦，还有细菌啊、哦，还有繁殖啊、哦，而且造成什么细菌的抗药性更麻烦。你链霉素已经治疗不好，普通的了啊。好了，这是我们的全国的分布图。民国100年的，这个101年还没出来。一般性的肺结核挺多，多重抗药性。为什么叫这个？就是很多抗生素下去都没有用，知道吗？为什么会变这样？因为它没有治好，它又跑出来。那个结核菌已经被链霉素也抗药，对这个霉素也抗药，这就抗药性出来。什么是抗药性啊？其实呢。如果我们对肺结核哈、啊、了解更多，告诉他怎么照顾自己，啊，这样的话呢，比较不会到处乱跑，比较容易跟医生合作，让他完全治好，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学校也在宣导，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肺结核的那个病怎么办求助哈、啊，在每一个学校。大学、中学、小学都有啊，不要自己停药等等哈、啊。好，怎么是抗药性呢？抗药性是因为基因的突变，比如说啊、好了 ，penicillin 我们最早发现的抗生素，它可以让那个酵素哈、啊，让那个这个很像的接上去，结果那 peptidoglycan 它的细胞壁就不会做了。如果我有一种。新的叫做 penicillin 类似就是酶，什么 ASD 加下去就是青霉素酶，它可以把你的青霉素给消化掉，那你青霉素对它就没有用，它突变，它产生这个东西呢，就所以细菌会产生突变，突变的这一个东西的基因，比如说产生抗青霉素酶的这个基因，可以借着实体传给其他的细菌，而且是不同类的细菌。哇，这下子糟糕了，植体好厉害，我们大肠杆菌啊，在那个大肠里面哈、啊，非常非常多，只要它有一个植体带着抗生素的这个抗药性，这个植体呢就可以传给其他好多的细菌，因为我们大肠杆菌会随着分裂出去到处啊流走，对不对啊？不只是大肠杆菌有了，其他的细菌。那这些其他细菌很可能有的不是那么轻那么好啊，你知道细菌的种类很多，其中坏的比较少，好的比较多，可是呢这些坏的呢，如果是有些更坏哈、啊、
他有了抗药性，我们的连杀虫杀虫都杀不死了啊。好，所以这个，可以破坏抗生素的酵素或什么，这个把抗生素打到细胞外，让你的抗生素就没有用，细菌的细胞就可以活下去等等。所以实体是什么？这是细菌的 DNA 哈，然后呢，这个就小的这个一个 DNA 的环，我们称作质体。这个质体呢，常常就可以带着一段外来的东西传来传去，给其他细菌也有，啊。好啦，这个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用测验的方法，哪一种抗生素对这一个细菌有用？了解了以后，我就在这个病人分离出来是这种细菌引起他的病，我就用这种抗生素来杀这个细菌。那我要选抗生素啊，有150多种抗生素，医药上可以用，那我怎么选？筛选的第一个方法当然用这个，这是不同的抗生素啊，对不对？细菌呢，假如有的地方是被抑制了，那就是选这一个抗生素，所以这里有好多种，对不对？这都是不同的抗生素，那个四环素就 tetracycline T 就是 tetracycline 啊 ，chloromycin 啊，氯霉素等等啊 ，stradol 这个链霉素啊，好，这样就是它的方式啊，测试的方法。这个呢，就是我的一本书上啊，我现在高中的应用生物学里面的图。啊，这个图教那些高中生说，细菌会反扑哦，细菌哦，啊，抗药性怎么来的？超级抗药性怎么来的？啊，通常呢，你如果按时服药，就是我讲的就是肺结核啊，按时服药的话，一般细菌就会死掉。这是我们的细胞，这个呢是细菌。啊，细菌本来是很快乐的来杀死我们的细胞，结果呢，你有了抗生素，这个绿色的就是抗生素，就会把这些钉子啊，就把它们钉死，钉死一般的细菌死掉了，那我们的细胞就很高兴了，活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个家伙呢，竟然突变了，啊，产生了抗生素的抗药性，比如说酶，对不对？青霉素酶啊，酵素啊。好，那这如果这个家伙哈，你如果继续用这个抗生素哈，哎，你使用的话，就可以让它一个一个都死掉。可是呢，如果你没有按时按量去服药，这个家伙哈，就慢慢就活下来了。活下来它会怎样？哎，抗药性的细菌出现的时候呢，哎，如果你按时服药。那个抗药性的也会死掉啊，按规范，因为刚才有4种，对不对？不同的抗生素去组合的，对不对？啊，按时服药的话就会杀死它啊，它第一种杀死，第二种会杀死你，第2个月、第2个月后它会杀死等等啊，所以这个有突变的呢，如果你按时服药，它会死掉啊，继续它虽然会繁殖啊，其他的会死，这个突变的呢，如果你按规定服药，它也是会死的啦。可是如果你没有按时服药，这个抗药性的细菌出现，你没有按时服药，结果它就繁殖更多，而且会怎么样？会变成超级抗药性，出现超级抗药性的细菌。这时候你用普通的抗生素或用前面用过的抗生素，对它都没有用。啊，这就是抗生素。在医学上蛮重要，抗药性，为什么细菌会打回来？好啦，我们通常呢、哦，对人来讲，我们会分级啊，分级包括，我们通常说一线、二线、三线，分成3类啊，一线抗生素、第二线、第三线。医生现在都会先用一线，以前是，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哈、啊，你要特效我就给你特效，要最强力我就给你最强力的抗生素，现在不行了，维生素开始管制。以免抗药性产生了超级抗药的细菌，啊，以后再用抗生素就没有用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用的这些武器不是很多哦，知道吗？我们还在海洋里面去找那些新的，或森林里面去找新的那些药，还没有找出来，细菌已经突变变成超级抗药性细菌，怎么办啊？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顾虑呢，是因为
啊，你知道那个养猪场哈、哦，大量使用那个抗生素用得很厉害，养鸡场也是哈，铁叉塞克什么东西，所以甚至你在鸡的蛋黄，你买那个蛋哈、哦，那个蛋黄，结果那个养鸡场那个顾问，我有个朋友就是很好的朋友，他在当那个养鸡场的顾问，张家良教授，他就所以我看他吃蛋，他就把蛋黄挖掉。所以他吃三颗蛋，然后都是蛋白，蛋黄都丢在里面，他不吃，说里面有什么。他自己是那个机场的顾问，他告诉人家机场要怎样才不会有什么这个感染啊。其实他的感染的是一种原生动物啦。啊，我们都不管他啊，就是告诉你哈，有很多。因为养殖场他们大量使用抗生素，以至于这些抗生素都留在动物的粪便里面有，肉里面有，然后它的流水里面，因为它加在饲料里面，饲料吃不完的就怎么样，流出去啊，或什么在土壤，养殖场的附近的土壤，那个下了雨以后，那个土壤的河水啊里面都有抗生素了。本来土壤里面有很多细菌，那个水里面有很多细菌，这些土壤的或水里面的细菌呢，都有抗药性，知道吗？很麻烦的哈。这通常动物用药就是管得不严，管理不严格的，后来呢就变成什么？这些很多地方都有抗生素，结果呢，你又转到人的身体里面来，啊。就是抗药性产生的嘛，有的是产生酵素，我们就说什么什么酶，对不对？来分解的抗生素，或解除药物的活性，或者呢改变它的作用啊，那个后代谢的途径，很多种类啊。我们不是读生科，所以不必给你讲很详细。但是呢，我们却跟我们的未来社会啊有没有药可用很有关系，每一个人都要知道。第一个就是测试，到底你要用选用哪一种抗生素最有效，并不是通常说的那一种对所有的病有效，对每一个不同的细菌抗的是不一样啊，要注意哦，细菌哦，我们的那个病原体除了细菌还有病毒，还有什么寄生虫啊，还有很多是原生类的原生虫、原生动物啊引起的疾病啊，霉菌引起的疾病，很多不能用抗生素啊。好了啊，不同的这个 test，sensitivity test 那个就是看哪一个敏感，它对这个抗生素就最好，你就用选那个抗生素。好了，有一些致病力很高的细菌，对你常用的一线抗生素已经有抗药性，说不定二线抗生素也有抗药，还有一些呢。从三线，最后医院里面被限制，只有在一线、二线都不能用的时候才能用的那种抗生素，结果对某一些细菌已经无效了。哇，糟糕！那就对这种病人要怎么治疗？啊，发生了啊，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在1997年，日本已经出现了 vancomycin 啊，对这个强效抗生素叫做万古霉素，有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2002年美国也出现了抗 vancomycin 的超级细菌，2009年印度又发现了 NDM1、这个 NDM1 基因的带这个基因的细菌，这个带这个基因呢，它就可以产生一些酵素破坏很多种抗生素，叫多重抗药性 NDM1、好厉害。啊，结果呢？现在因为国际旅行太方便了，今天走在新德里哈，2008年还好，确实2008。如果我在那个印度，然后我坐飞机啊，就带着这个细菌抗药性的细菌，然后来到台湾，台湾以后啊，台湾的医院就很惨，不知道要用什么药。结果现在这个多重抗药性细菌，如果跑到那个。台湾好了，我们就变成没有办法，无药可医啊。好，这些相关报告已经有很多，我不要去点了，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好了，点一个好吧，你们选一个，这三个。啊，点一个网页好了。
看一看。这个是世界冠军，看到没有？台湾的眼球菌啊，对，这个红霉素盘尼西林抗药性九成，都是世界的亚洲的冠军。看得到这个字吗？太小了，不要紧啊，就告诉你说，我们台湾用抗生素用得很厉害，知道这啊？哦，这不是好事情哦，我们应该用对的抗生素，用一定的层次，一第一线的，第二线的，用了不行才用第三线的。好，使用抗生素应该要有这样的规范。好了，所以我们维生素把它分级啊，第一线是安全性高，就大家用过很多了，然后呢使用的比较久的，比如说青霉素啊，很早以前就开始用，那一般你一去，医生先问你。对盘尼西林过敏吗？对不对？就表示他要用盘尼西林，懂吗？啊，对盘尼西林过敏有四种四型的过敏，都会产生盘尼西林过敏啊。有一些第一型的是很容易，你就一过敏就马上反应哈，全身性的哈，有四型，这个我们不要解释啊。好，第二线呢是第一线抗生素没有效以后啊，你才使用。第三线呢是限制在最后才能用，只有因为那个最后一线嘛，所以呢是有相当严格的限制，就是刚才我说的 vancomycin 啊，万古霉素啊。好，所以要做这种感受性的分析，知道哪一种第一线的中间，哪一种第二线的中间，你要用的时候也要做 test 啊，哪一种能够抑制最多，你就用哪一个啊。好，新抗生素需要。很恐急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怕有一天很快就无药可用，所以呢我们就去各种不同地方去找。现在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开发森林啊什么东西，把破坏了这些动物的栖地之外，也破坏了我们天然那些材料来源，土壤里面有抗生素，这个森林里面有一些新的药可能要从那边分离出来，结果呢我们失去这些找的机会。好，除了避免滥用之外呢，我们还要不断去找到更安全更有效的新药啊。那新的去开发的时候怎么做？以前呢就像 Waxman 啊，瓦克斯曼一样，从土壤里面用最古老的方法叫做乱枪打疗法啊。乱枪打疗法就是一只鸟飞过去，我们一个连的士兵，一个连的100多人一起举起枪来，啪，每个人开了枪，那个鸟叫不行，对，过去刚好子弹上去就打到它，就掉下来。啊，用这种方式呢，你从几千种里面找到一种可以有可以用的啊，有效的，就算非常 lucky， 对不对？啊，因为很难得才能打到了，对不对？从30000种里面去筛选出一种可以抑制，这也是军事的啊，这种。很幸运了 啊，就是这种方式呢，到现在就不符需要了，太慢了啊。现在怎么办？现在就用电脑，所以我们这些分子啊，化学分子、抗生素的成分是什么？啊，细菌的作用的，你只要作用在它的蛋白质，或作用在它的这个核糖体上啊，我们有哪些糖？这个分子呢是正好可以结合它的，这些去比对。啊，用几数以万计的药物分子做结构比对，然后加速筛选啊，可以，因为电脑很方便嘛，它一下就可以跑好多了啊，对不对？啊，再经过你筛选出来不一定有用啊，虽然它可以跟它结合，不一定能够把它带走，或者是把它活化的位置弄掉等等。啊，你要用体外还有动物的试验确认它有用啊，之后当然还要经过新药开发的程序。好啦，比起这些哈，以前传统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呢是比较迅速，而且比较精确，而且找到用的抗生素的时候比较有合理的，比较 rational 就是合理 rational 啊。好，就分组讨论了。好，下面10分钟啊，给你讨论，然后写一下这三题啊。来，新的发给他们吗？已经发了，好，你们每一组呢去讨论，然后我要比对，我们来的时候有写一张叫做课前
啊，就是我还没讲之前写的，然后呢跟你们讨论之后写的，有没有不同？老师要常常做检讨，表示我教的不好，如果你们都写的一样的话，啊，好，我一直在检讨，看我有没有进步了，所以你们开始可以看学过以后哈，可能会写另外一份叫做后册，啊，刚刚那一份是写前册，啊。所以这个课是我第一次开，所以我希望呢把它开得很好，啊，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前册和后册。来来来，开始讨论，现在是你们讲话的时间啊，每组写完了就可以教我就可以就下课了。好，下次请同学要早点来哈，一来就可以跟助教要你们每组的前册那一张，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讨论。前面十分钟我会给你。哎，要什么？要让开。好，我让开。有两个东西哈。第一个，如果你得了禽流感，你会用抗生素治疗吗？然后重要的是问为什么啊？要写出来为什么你要，或者为什么你不要。第二个，如果你妈妈生病了，你会希望你医生来开最强的抗生素特效药吗？啊，第三个要看一下这个啊，肺结核啊，把这个题目把它留在这个黑板上，不是黑板嘛，这个荧幕上啊，给你们看看啊。开放性肺结核患者，如果他就是传染源了，他如果四处爬爬走，对抗药性的细菌的散播，还有传染性疾病更处于那有什么影响？哎，如果你有影响，好，下面就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你那个问题是哇。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你特别限制它。人民宪法规定有迁徙的自由，对不对？好啦，很简单的题目啦，在写补习班的时候，顺便听我这边讲一些，就是我们下次的那个辩论会是5月十四号，那题目已经定出来了，然后题目叫改吗？后来又改了，对不对？有，就是我国代理父母制度应合法化。好，我国代理父母制度应。合法化应该的应哈，合法化。正方反方就请准备，然后工作分配表的话，下周再交给我。这次是 B 和 D 是不是？啊，不 ，A 和 C，A 和 C 好，两组。啊，你们有4个多礼拜的时间啊，可以去准备，去查一查什么叫代理律。然后新的报告如果还没有缴的话，就是没有到助教的信箱。
就是